这些作品是介绍十二生肖，那有小的，有大的，那小的呢又分成那个简单型的 Q 版的，那这个后面是比较复杂型的，比较难一点。那最后面是适合年长者捏塑的，它是强调可以使用的器皿，还有一些金句，就是圣经里面的福音的介绍，兴旺爱。那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器皿。那十二生肖是我们黄种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典故。八，绵羊，就是一只绵羊。山西雕塑图，不用烧的图，那作品掉到地上，干了以后掉到地上不会破。这边写的是圣经的金句"兴旺爱的爱"，这边英文，双语。